中央消防中心已经积极开设啊，而且现在各地也陆续传来灾情啊。那政府的相关机关都在掌握状况，那么做最及时的救援。刚刚台东发生规模6.8的地震啊，全台湾都受到影响哦。那虽然我在行程当中，不过政府各单位都掌握了情况，并且我的幕僚也迅速向我报告的。那中央灾防中心已经积极开设啊，而且现在各地也陆续传来灾情啊。那政府的相关机关都在掌握状况，那么做最及时的救援。那后续呢，还有余震的可能性，所以就是呼吁我们全台湾的民众啊，都要保持警觉，那也呼吁我们政府机关随时发布的政策的信息。谢谢。对啊，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走的。咱们迄个第一届地动主震的时阵吼，阮就听到一声足大声砰安尼吼，啊，阮就发现讲，可能隔壁已经有厝倒去，啊，阮就走落来看，真正倒去啊，这样，啊，这间古厝民国32年起，吼，啊，经历过真济灾难啊，戴纳台风，啊，过来。搁较来的921嘛，搁来尼伯特，迄啰尼伯特迄个受损太严重，迄个了就袂当带人。伫迄之前，我们都还在有在住，因为这间是我结婚的时候的新娘房，本来我是想要把它修复啦，因为前两年也有那个文史界的人来说，看能不能把它修复啊，来当个咖啡厅啊或什么。而且常常有建筑科的学生来这里当教学，因来看下古早的工法，墙壁怎么做啊？我这么可能有呢？这个应该是在比较远，应该是在花莲那一带。